大家好，我叫张玉腾，来自广铁一中外国语小学四年级二班。老师在生命关怀教育课上教会我们，动物和人类一样有感知，都是生命之网的一份子。人类不打扰野生动物，也就不会受到野生动物身上病毒和细菌的打扰了。作为生命关怀教育示范校，我们学校正在开展保护动物海豹大赛，我希望让更多人能看到海豹，不要捕捉野生动物，不要饲养野生动物，更不要吃野生动物。我很喜欢同一个健康这个词，真希望能快快长大，和大家一起努力，保护野生动物，保护大自然。谢谢。